哎哈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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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哈喽哈喽会换句台词。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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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要找什么时间的东西，可以吗？你们要记得，考试的题目不会是从天而降，然后就是老师在改题目的时候，我有一个神来之笔，然后要把这个题目生出来，不可能，他一定是设计过的，他一定是设计过的，所以你要去想，老师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你如果能想出来，你已经攻破了，OK 吗？你要换位思考，你不能一直当学生了。每天被考考考考，然后两边都交掉了，对不对？对吧 ？OK 吗？拜拜。李勇老师，现在在干嘛？我现在写讲义还是什么？李勇老师，我可以采访你一下吗？可是我都没有准备，这样好吗？没关系啊，就采访一下。好，既然都这样讲，好。你要问什么？好。刘老师问一下，你是怎么接触补习班教育？我当初是在我国中的补习班遇到李涵老师的，他对数学有很独特的见解跟解题，还有观念的阐述，就启蒙了我对数学的热爱。那一直到大学念的师大数学系，我想要把我所学的分享给我的学生们，所以我才踏入补习班这一行。那问一下，108课纲啊，跟以前有什么差别？108课纲，我自己看来有几个不同的地方啊。第一个是，它是有引进素养这个东西。什么是素养？素养就是希望培养学生
对于环境还有未来挑战需要具备的知识技能跟整合能力。再来是对于学习，它采取的是一个螺旋式架构。那螺旋式架构它是把一个观念或是一个章节分得更细。我举个例子，以前我们在学三角函数的时候是高二学边角关系，高三再来学函数还有复数平面的应用。啊，108课刚分更细哦，他高一就学边角关系，高二学函数图形，高三才学复数平面。他把东西希望可以从简单的到复杂的把它切得更细，他希望学生去堆叠基本，然后慢慢的变到很进阶。那第三个是计算机的引进。数学引进计算机，它最大的改变在于我们以前在学无理数或者只对数的时候，是不是背了很多东西，什么根号2 1.414， 根号3 1.732， log 2 0.301， log 3 0.471， 我们都要背诵对吧？但是现在引进计算机之后，它把这个背诵省略掉，它直接教你按计算机，这个有很大的过程哦。这样子我们就省略掉很多计算过程，反而更注重思考逻辑堆叠的脉络，所以更注重是为什么。108课纲我看到的是这三个改变。欸，那老师问一下，就是你教学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应该这样讲，理汉数学所有的老师都是可以从国中教到高中的，所以我们知道整个学习的架构堆叠起来要长什么样子，所以我们更注重的是逻辑思考跟整合的能力。那我教学的时候，我上课的时候很想要做一件事情，就是问答。我喜欢去问学生为什么，为什么你这样想，或是为什么我要这样解题。我们在问答的过程中，我才能知道说，哦，他的错误的地方或是想不通的地方在哪里，去引导他走在一个正确的路上。这才是我教学最大的特色。我喜欢问答。问一下哦，就是面对接下来的考试类型啊，你有什么话要对学生说的吗？我觉得接下来不管是小考、大考或是会考、学测之类的，一定会越来越多大量的题意叙述跟表格，需要学生去耐心的画读他们。在画读之后，希望可以融入到你们学生学过的观念里面，再用数学的式子流畅的把它表达出来，这是未来考试的趋势。所以学生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，你们现在所学的它必须要很大量的、很活用性的运用在考题上面，不像以前我们只要背公式或者是只要会算它就会出来，没有，你现在连题目都要先读懂，你才知道说哦，这题要怎么解。所以我们数学不只是单纯只有数学而已，我们会结合了其他科目培养你数学的素养。跟着我们加油。你今天怎么弄的？哦，我要来出学生的考卷啊！出学生考卷，问你哦，我想要来这边当老师啊？哦，因为我以前是这边的学生啊，然后我觉得这边的教学方式真的很特别。就在我遇到李汉老师以前啊，就我对数学学的好的认知就是，哎，你答案有没有写对，就这样子。但是我上了李汉老师的课之后啊，就完全改观。就老师他在意的啊，其实不是说你这题答案是多少，他反而常常问学生说，哎，为什么？你是怎么想的？就他在意的啊，其实是我们的思考过程。然后后来我才发现啊，我原来这才是学好数学的方式。那其实我觉得用题海战术来学啊，真的会抹杀小孩对学习的兴趣，不论是哪一科。对，所以我很希望可以把这种学习方式，就是教给我们下一代的学生。就即便啊，我没有办法让每个学生他们都喜欢上数学，但是我希望啊，至少他们不要厌恶学习数学。问一下，因为像你现在还在求学阶段，就是你会不会觉得说当学生或当老师，会不会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？哦，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好的，因为说实在的啊，我在数学这方面真的不是天才了，就我很常遇到很多瓶颈，所以啊，我就会把我遇到的瓶颈啊，把我以前的经验就告诉我的学生，还有我是怎么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，我就常常会思考说，哎，作为一个学生，我希望老师教的是什么，这样我就更能够啊与我的学生感同身受。所以我觉得啊，我一边当学生一边当老师啊，不论是对我学习上啊，还是对我教学上，都有正面的影响。那这样子，你从学生变成老师的转换，会不会就是有不习惯？
转换哦，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转换耶。就我对教学想法其实很简单啊，就是我要把我所知道的知识，就是全部都告诉我的学生。而且再者啊，人生本来就是要不断在学习啊，就是即便你是老师，你也应该要持续的学习。那第三个改变的地方是，看一下，这都要起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第三个我忘记是什么了。哦，计算机，我的计算机。我这边剪得掉吗？可以，可以哈、哦。